这个终极交换两人的教学，你收到道具的就是这里的三张的道具牌，有一张呢这里的这个你助手呢是这空心的，然后呢你自己准备一副扑克牌，然后呢把这张牌呢放在最顶上，头部这个呢放在这边，然后呢这里一开始可以给观众检查，然后呢你就叫他，如果不签名的话，这个就不算是一个消耗品来的，可以永久的玩的，所以呢最好就是不签名就最好了。然后呢你就叫他用强迫爽牌的方法，你就弄乱他说叫观众左手右手随便爽一个，如果他爽的是右手的话，你就说这张牌放在这里，这一张叫他按住，不要给观众看这张是什么，因为我们要强迫他爽的是女助手来的。然后呢如果他爽的这里是左手直接是女助手的话，就直接给他按住，这一张呢你就拿过来给自己，这张女助手其实就是观众一直按着的。这张呢魔术师这里的头部呢要对回这个圆圈的这边，直接放上去，就说你爽的那张呢是什么，我这里呢就只剩下这张女助手，那么他那里的一定是魔术师了，所以呢这里说这张是女助手，然后呢你就说拿起一叠牌一叠牌，然后呢这里就拨起这里顶上的，也就是说把这叠牌放在中间，其实就是放在第二张的位置，把这里推进去，然后呢说弹一下手指的话呢，也就做一个三方，就是上面三张牌一起反过来三方，然后你助手就跑到最顶上了，然后呢你就把它翻过来再返回去，要弹一下手指的话呢，女助手也是又跑到最顶上，然后呢也就是说最厉害的其实不是这样，也就是说这张女助手把它弹一反过来弹一下手指，它就变到你的手里面，然后再弹回去就又变回了魔术师的手里，其实这个只是个错影，然后呢你就最后呢把这张牌反过来收了，拿起最顶上就是这一张魔术师，这张魔术师说弹转两圈就变成魔术师，女助手就变到观众手里了。